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好，这次呢是玩盛宴伯爵的这个皮肤，然后呢，这个盛宴之杯的这个挂饰呢，我也买了，就是一套。但是呢，我不是用回程买的，我是用非洲快乐石买的。对，我非洲快乐石多戴个不行啊，因为太非洲了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造型有没有？戴了盛宴之杯之后呢，我们的爪子的雾气变成红色的血色吧，应该讲血色比较对。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它后面羽翼的这个造型，有点像蝙蝠的羽翼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蝙蝠啊。对，好，那看一下，谁园丁？有没有？各位看到了吗？把我们的长长的屏障打掉了，那现在已经没有长长的保护了。来一刀，好，你如果翻窗就正着了，不翻窗是对的，很聪明。好，各位看到吗？这个雾刃呢已经变成红色，血红色的感觉了。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，对，这个 OK， 还蛮 OK 的。然后呢，隐身的造型呢，就这样子，就是隐身的造型。好，那各位觉得这套衣服好不好看呢？我是觉得真的是蛮符合吸血鬼的风格的啦。好，好，没打到，擦个眼睛，擦个白。我前锋站在那里很淡定的破译，等一下是来撞我啊？好，先不管了，我先来抓园丁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又翻过去，很会翻呢，真的是很会跟我溜，又翻过去了，好，有点不习惯，对，因为我常常玩双肩管，所以对于不是双肩管的这个感觉的地图呢，没有到很习惯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打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先抓起来。阵容介绍一下，这个被抓园丁，还有祭司、前锋、医生。我们的前锋似乎开始在移动了，我刚好通气前锋，看看哪里。哦，哦，继续淡定的破译吗？在那边，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啊？也许不是前锋要救，是其他人要救。擦个眼睛，先给他来一刀好了，来一个误认，就是现在，啊，中了。好，翻过去就不管他了，我先回防好了。对，怕是调虎离山之计啊，已经过半了嘛，园丁，园丁赶快过半，过半，过半，好，过半了，那我就稍微轻松一点了。好，现在有耳鸣了，所以可能要来救园丁了啦。谁要来救园丁呢？来啊，没在怕你的哦。有耳鸣，但是不敢过来是吗？哦，看到了，是祭司，来啊！嘿，在嘿，好，园丁中了，不是，是祭司中了，没打园丁。好，祭司不管他了，我一样要打园丁啊，绕过去，绕回来，我再给你最后一刀爪子，嘿！有人会担心说，杰克这个指甲这么长，难道就不会断吗？放心，他可是吸血鬼呢。好，硬度应该是非常的硬啊，所以不怕他会断。就算断掉的话呢，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长出来就好啦，又不是永远都不会长指甲。好，我再叫这个什么劲儿。好，那现在园丁飞了。OK， 祭司倒地了，现在剩前锋跟医生。我看一下，前锋在这边。好，看到你了，我来追你喽，前锋。剩一下你就要倒地喽，来来来。好，破击破到两台，他们破的速度没有很快。对，在这里杰克是不怕的。对，虽然忘记带风窗，对，但是有擦眼睛就可以了。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来啊，来啊，哪里？我在那里。好，我再绕过去。OK， 误认来下，是不是打到了？好，抓起来放在椅子上。现在，祭司似乎被医生摸回来了。对，摸回来也是要浪费时间的，所以呢，有效牵制了一下。那现在看一下，男朋友在破译吗？没有，似乎他们刚治疗完对方，然后，有耳鸣。我的众多眼睛们都没有看到闪红红的，所以看到了，在这里是医生啊。好，来吧。不是要来，不是要来，至少过半嘛，过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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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打一下，好，过半了，好，过半就没差了啦。
欸，其实也不是没差，其实还是有差的，好不好？巫师再给拉一下。好，地窖在这里，看到了。好，那现在要来追前锋还是追医生呢？欸，跑去哪了？算了，我要先追前锋好了。好，在那里。好，继续追击。前锋的搏命舰长消失了，那我现在又有加速了。好，又进去了吗？不要在这里跟我玩，你会后悔的，真的，前锋。不要以为这是无敌点啊，这里对杰克而言不是无敌点啊。好，再过去。啊，过去了。来，过去，就是现在。懂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里不是无敌点啊，我会穿墙误认啊。好，过去，应该是杰克，不是前锋要飞了啦。那前锋飞掉之后，现在就剩两个人了。对，好，慢慢来。还有两台破镜没破一完，我的胜算很大。嗨，前锋，而且前锋是好像没发挥到欸。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没让你发挥到。好，特质换一下欸。我似乎特质太早换了，因为我觉得杰克特质不用那么早换。对，我是习惯性亮两个飞就换特质，这样方便找人。但是我发现杰克其实不用欸，杰克其实还是保持着眼睛会比较有优势一点。好，又有耳鸣了，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主机了。在这里，我绕过去咯。欸，人类人类，再绕过去。欸，人类人类，欸，很会绕哦。好，看到小护士了。哎，你看这时候没擦眼睛，这就是缺点。如果擦眼睛的话，就可以很容易辨别他到底是要压我板还是要跑走。哎，有点可惜啊。被打了，不是被打了，被压了。小痛。好，踩掉板，继续追击。边绕来这边吗？欸，左边，对。我生气耶。我刚刚看说有没有人在破译，趁着六五的时候。似乎有欸，计时在这里。好，先不跟你玩。来，你拿到。过去。好，翻过去，我再跟着翻过去。翻过去。我再穿过去。看你有多少 Oreo 跟我玩。来啊。又翻过去。你看这时候没插眼，所以。这时候真的是很亏啊，如果插眼的话，穿墙误认就会比较好发挥了一点，要不然其实这动向没办法知道，没办法知道它动向有点麻烦。好，可以哦，可以拿到了。好，再翻过去，看你要跟我玩多久。再过去，在哪里？我锁定你了。来来来，再进来。为什么每个人都以为这边是无敌点呢？不太懂了。这边真的不是无敌点啊，再翻最后一次了。好，过去。OK， 来吧。右边，再过去，最后一下，是不是又中了？好，虽然没有擦眼睛，不过大概能知道它的动向了。对，除非它有反向走位，要不然其实很容易中的。好 ，OK。终于抓到祭司了，不过破译机也剩最后一台了，所以，哎，这祭司不挣扎吗？那我就拉来这里咯，比较好防守电击。好，拉来这里放，然后最后剩下医生了。医生在哪里嘞？医生应该不会破译了吧？是不是等地窖啊？还是来救？有可能会来救啦，看一下，没人，没人能破译。有没有耳鸣？我稍微欸，有耳鸣欸，在这里啊，我来救了。嘿，没打到，再打一下。好，被救掉了。欸，你的队友在挂机欸，你很后悔来救对不对？因为你队友在挂机。好，你完蛋了，我锁定你。玩游戏嘛，不要玩到一半就挂机啊，有可能队友会来救的啊。啊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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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祭司先把他挂过去，先挂护士好了，因为毕竟我们的祭司是挂机，所以他不会自救，应该是吧？对，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也许玩到一半发现被抓，然后就跑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对，就跑去上厕所了，就跑去洗澡了，就跑去吃饭了。好，你看吧，果然没有自救。好吧，这祭司你们应该检举他的，因为他真的是挂机。有点明显，因为瞬间抓起来的时候呢就不挣扎了，所以应该是可以预判它很明显就是在挂机啦。好啦 ，OK， 那这局结束了。我们的血杯欸，盛宴伯爵呢，其实造型是还真的还蛮好看，蛮帅气的，蛮霸气的啦。
好了，以上的就是我杰克的影片喽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做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那些旁边小铃铛，另外 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欧拉，下集见，拜。